子，你怎么这么大多了？哎呦，你这么胖还说我胖，真是受不了你！哎，我看了一本书哎，哇 ，PS 我爱你耶，哇，哎，乱摸了，乱摸人家，哎，这个也是一个女生呢，是男的，啊，你懂什么？这明明就是女生，受不了你哦，受不了，哎，这还是女的啦，在那边争那么久，同学，PS 我爱你啊 ，PS 我爱你啊，好，欢迎。如果你们在干什么？放大你看，那本书。谁啊？啊，算了算了，走。PS 我爱你，我上次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，到底叫什么？我叫璇。璇，一个字而已吗？对啊，你呢？我叫秋。你也一个字吗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来看杂志啊，是我同学跟我说这里有什么新书什么的，我就来看看。这里啊是图书馆的主题书展区，每个月啊都会有不同主题的书展哦。像这次啊，就是新书出展，你要不要借一点书回去啊？也是可啦。同学，早上很抱歉，就是在这么安静的地方这么吵。没关系、啊。谢谢你帮我大量。其实我找你是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你，根据乡民的线报啊，说百灵高中有网路在图书馆，叫做 BLSH Library Free， 听说要对我们有开放，要密码怎么办？哦，密码在这边。哎呀，原来就在这张纸上啊。密码是 Love Reading。L 跟 R 记得大写哦。哦 ，Love Reading 是不是 L O V E R E A D I N G？ 等我一下。哦，连上了！哎呀，所以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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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夸我单啊！我会记得你的，谢谢，谢谢。拜拜拜拜。同学，你上次在那边喧哗，这次又在这边玩 iPad， 会不会太夸张啊？哦，你是什么都不知道。百灵图书馆免费的 WiFi， 还有免费的 iPad， 而且我是在看老师放在 Moodle 上的月考复习讲义。难道你不用看吗？真的吗？那我来看看。这明明就电影，这明明就 Moodle， 是电影好不好？好啦，可是电影真的很好看。有多好看？我看了，你自己看。那我来看看。好啦，行。璇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看图书馆的 FB 啊。图书馆 FB？ 有啊，而且啊，现在上网按赞还可以送精美小礼物哦。精美小礼物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真的假的？是真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应该是真的。原来是真的。读你的 laughing， 我有听到哎。那我们去看看吧。啊？哇塞，这里也太悠闲了吧！哇，木头地板哎，真的超高级的。这人在干嘛？扭来扭去的。那我也好想进去坐坐看啊。哎，你看，这里有个女生。安静在读书哦。同学，你在叫我吗？你在读什么书啊？读了这么努力。我在看有关写作技巧书啊。写作技巧？对啊，最近要举行文学奖，我每次在比赛之前都会先拿图书馆的写作专区来找灵感。对了。
啊，有一个小论文比赛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参加啊？小论文比赛，感觉很酷哎。好啊，知道有个地方，灯光美，气氛佳，超适合写作的哦。真的、哦？在哪里啊？在我们的正上方，三楼心灵角落。那我们明天去看看吧。两人独处的时光了，这个气氛，这个圣地，我该和他告白吗？好，豁出去了。哦，不！这么久，电影快开始了耶！你们两个要去看电影？对啊，怎么了吗？对你们两个。对啊。所以你们电影快开始了，那我们走吧。好啊，走啊。